立法會嗰個民望低過煲胎爭咧，就有道理嘅，你有機會去提升民望，通過喺個議會殿堂上邊為民請命，係嘛？擺在目前就一道權力及特權法案，賦予立法會議員嘅權力去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去調查呢件事，跟進呢件事。咁可唔可以追到錢咧？冇人可以擔保嘅。就算你而家民建聯話要政府包底，個社會都可能有極大唔同嘅意見嘅喎，啱唔啱啊？你夠膽擔保你呢個包底嘅意見煲太實肯嘅啦，係咪？個個都話最緊要追翻啲錢，你教我點追啊？好似何俊仁話齋，係嘛？你教我攞啲方法出嚟啊！而家擺在目前最好嘅辦法就叫佢出嚟，係嘛？將件事搞清楚佢，點解唔得？係嘛？我最近咧就本嚟你抽嗰個質詢就抽唔到，10月22號要搞到11月，本嚟我就預備咗寫一篇文章，叫做《奴才考》，考奴才，誰當奴才？當奴兩個字就大啲。奴才考就是考據下古今中外奴才呢個兩個字點解出處，係咪？考奴才咧就考驗下啲奴才幾時先做到真真正正嘅奴才，然後誰當奴才？當奴兩個字大啲。黃議員啊，講翻呢個係啦、okay ，好唔好啊？唔該嚇。咁所以咧，即係我都係嗰句啦，你公然要同沸揚嘅民意為敵。今天個個都看住，第一次開內會傾呢個問題，竟然有咁多立法會的新貴，譚耀宗嗰啲唔計啦，佢一定即係啊佢，我唔會話佢嘅，因為佢唔係咁講先奇怪，但係有啲新貴，喂你真係令人好詫異喎，大佬，今天俾個機會你喺度講埋啲模棱兩可嘅嘢都得噶嘛，係咪？係嘛？點解要反對成立呢個專責委員會啫？陳茂波先灰啊，咁快就將你個保皇黨身份？係咪？你都會隱藏一段時間啦，唔該你。啱啱雖然眾所周知，係嘛？與民為敵嘅大佬，做立法會議員點可以與民為敵啊？講完。好啊，最。